样？还不错，画挺粗。姑奶奶身体有火，你们最好别整了。今天爷就是有点不自在，心里有火好啊，爷给你谢谢。那你也不帮忙啊？我怎么帮啊？这我这两下的事情，那不前头挨揍吗？行，娘，到底帮不帮忙？我怎么办呢？哎，各位朋友，这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来喝酒的。哎，王八蛋，杀了你吃了他！我抓起来，太嚣张了，铐起来。刘斌，把枪放下。刘叔，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啊？宋司令的千金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话挺粗。姑奶奶身体有火，你们最好别整了。今天爷就是有点不自在，心里有火好啊，爷给你谢谢。那你也不帮忙啊？我怎么帮啊？这我这两下的上去，那不前头挨揍吗？行，娘，到底帮不帮忙？我怎么办呢？哎，各位朋友，这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来喝酒的。哎，王八蛋，杀了你吃了他！别动，打！警察来了，还打！我抓起来！太嚣张了，铐起来！刘叔，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啊？宋司令的千金。